Fred 桑，留下来课后辅导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嘿，老师故意的啦，故意不及格的啦，这样才有办法课后辅导。好。起立，一正，敬礼。老师好，哎，这很尴尬。先说好，刚午休完，对不对？所以男同学，我们起立的部分就免了。所以，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帮你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语文老师。嗯，这样要干嘛？给你看老师。先不给系统看。你先自己享受一下嘛。哎，哦。哦 ，Fred 桑，哎，玛利亚 ，Fred 桑，哎，你知道我刚刚的角度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我刚刚在看，说这样会不会看得到啊？对，有点微妙。对啊，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开心？你来，哎、啊，所以今天你来应该是想教我们如何变成偶像团体，荧幕情侣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不是，不是，要不是什么？因为我想就是发了一个新的单曲，所以我来这边宣传。好，来，这样你就是要来教我们怎么样宣传，对不对？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宣传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玛利亚，我最近发了一个新单曲《Shine Shine the Night》，大家请多多支持哦。香香的 night， 香香的 night， 香香的晚上，所以就是能干嘛呢？今天我跟你讲，这个单元没那么简单的、它一定是要叫我们玩游戏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单元叫谁来买单的？不是，真的吗？不是，真的吗？他教我，真的吗？教你日文。那你要来教我日文呢、哦？哎、我跟你说，我有交过日本女朋友。真的？哎、你眼睛怎么瞪这么大？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真的不会，哎，那怎么在一起？因为哎，在一起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哎，好啦，我们开始啦，要不然我看他快疯掉了。大丈夫、嗯，第一题就是大丈夫，没问题。哎，没错，すごい，すごい，很厉害。对，イケメン，一级棒。不是，イケメン，イケメン就是フレッドさん。因为都想叫一个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面就是帅哥。嗨，阿富老师来啦，我们来考试哦。因为呢，我也是不会随便说学生，所以我们来先考试。哎 ，Fred 桑在干嘛ですか？ちょっと胡子。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在干嘛的？是，我也不是随便听老师的话。哎。因为我也是坏学生呐、啊。嗯，要不然我们来看第一集。有坏学生呢，你要让吧。坏学生经过你还叫我绕道怎样？哎，重点是阿弟要学。哎呀，对啦，是这样子啊。第一关是什么？嗨，第一关是听力测验第一题。やめなさいよ。这个有，这个有。やめなさいよ。我早上刚好听到。谁跟你说的？我今天特别你来啊！我早上复习了一下我的日文，怎么复习？连续看了三部片。哎、日剧吗？日剧。什么什么？哎、第二题。恥ずかしい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恥ずかしい。很熟悉呢，但是我常常误会这句话呢。好，应该是这个。那第三题，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？这 A B， 这 A B 能选，我不就被告了吗？哪一个穿紫色衣服那个？哎，ちょっと变态ですか？变态呢。B A C， 第一题，やめなさいよ。やめなさいよ。请住手。请住手。一个月35000就有了。那第二题。嗨，哎，恥ずかしいよ。你让我好害羞。正解，恭喜答对。第三题。第三。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？C， 请问厕所在哪里？恭喜，100分，すごい。我私人问一下。好。
这个 A 要怎么讲？嘿，第二关是考写，工作人员给 Fred 上看日文，然后 Fred 上在这边写日文，这样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冰加敏的是哪块啊？冰加敏，我给你提示吗？哎，怎么给你提示？你用笔的。对，すごい。いくら？いくら？いくら？知道いくら是什么吗？跟吃的有关系。いくら？いくら？几股啦？天不辣，伊库拉，伊库拉是鲑鱼卵。哦，鲑鱼卵叫伊库拉，哎、欸，不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嗯，这样算对吗？嗯。耶、yeah。好算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嗯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奶。这是这样子的，十五多了一点点，嗯，没意思，没有意思，哑巴语。那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哑巴语啊，糟糕。啊，真的糟糕，怎么写成这样？哎，哑巴语啊，很多其实是很多意思，好吃、糟糕都是哑巴，好的意思、坏的意思都有，都是哑巴语。对。就是看到很厉害的东西，哑巴！哦，哑巴！什么意思？我先跟我老婆说了，老婆回去看到就叫哑巴呀，哑巴呀，哑巴，哑巴，やめて！哎，さっき刚刚学的，我不是我学，刚刚学的，刚刚学的，对，やめて，やめて，然后再一个，还有恥ずかしい，恥ずかしいよ。哑巴哦，一个故事剧情了呢。对，什么剧情？第三题。啊，不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等一下，差这一点。几个 ？No。等等。错，哎对，すごい。这叫两点。这什么意思？打咩？哦打啊！哦，又是一个剧情。打咩打咩？哑巴！那你滚！这是大根，大根就是大根。现在是对两题，错两题。然后要三题才算这一关，我才能过。对，所以非常非常紧张。但是我刚刚听到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有奖赏。哎，我赢的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脚本给不一样。哎，可爱，那你如果像我刚刚第一百分，我有十分钟的，我们一对一好好教日文。哇啊，这个，哎，有一。看不懂，我连话都不懂。只有一，只有。很运动会的时候很厉害。哎，还不错啊。只有一。这个我们的剧情是这样，前面全部讲完了，然后中间会放配乐，然后会放音乐，比如说那个飙高音啊，海豚音啊，呜，然后就会接这句话。老师这样，我真的想学日文，因为我是厨师啊。对。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去餐厅吃东西，那你可以教我一些，比如说我进餐厅的礼仪，然后还有点餐啊，或者去形容一个餐厅好吃，食物好吃都要怎么样说 ？OK， 进餐厅的时候我们叫说“すみません”，“すみません”，“すみません”，然后后面说“注文お願いします”。好，下课。注文，注爱梦啊！好可爱啊！すみません。注文お願いします。すごい。然后我要点这个的时候说，これお願いします。啊？これお願いします。
お願いします。然后呢，吃东西的时候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应该吃的。おまえ。对，おまえ也可以。おまえ也可以。的状态，大家会说おいし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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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おいしい跟おまえ有什么差别？おいしい是比较大家都可以讲的，然后うまい是比较像男生会讲。那吃完后呢，我们讲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でした。哦，好像小孩子哦，好可爱。10分，谢谢老师。不会啊，我们刚好一天，我们有办一个谢师宴。对，谢师宴就是要谢谢老师这一年的教导。虽然我们只有10分钟，短短的恋爱，不是恋爱，教学。教学，对。但是我还是要请你吃一顿饭。这么好的招。すみません。注文お願いします。注文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。注文什么意思？注文，我要点餐。哦，注文，注文，注文。哎，我给你们小一点塞。听得懂吗？他说什么？应该他说啊，你会说中文，快早点说。店长，店长是日本人。对啊。来这边多久？来台湾是11年，然后这边开是7年，第7年。我这间店开7年了。对啊。これ。ください。パリパリ。くださ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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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这个。これください。はい。パリパリチーズサラダ。これ。これも。これも。ください。ください。骨付き料理はい。日本菜单好多。菜单好多日本怎么讲？メニューたくさん。メニューたくさん。はい。メニューはいっぱいある。あ、そうそう。对，没错。翻译ですか？耶。你看吧，为了谢谢我们的老师，我们准备这么多东西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还没，还有一道，这叫炉端烧。炉端烧，就是他直接送到你前面，你要这样自己拿起来，怎么样？这个叫做帕里帕里时蔬沙拉，帕里帕里就是脆脆的意思，帕里帕里。对，在日本的话，我们女生应该要做的事情。真的假的？男性在台湾，男生比较服务是应该的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酱是很日式的，有一点醋的那种。哦，有点那种像柚子醋那样。对，很好吃。哎，这个还有，好，这个是五步鸡，它是四国的川香料。然后它有3种口味，一个是原味、辣味跟咖喱，听说都很好吃，你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很香，很好吃。假的。很香。哦，很入味，然后面皮是脆香香的，它里面还很嫩呢，你真是，哇，这好吃，纳豆，全部的，纳豆，我的最爱，真的假的啦？纳豆超爱的，每天早上吃。说实话，第一次吃，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，炸过的东西应该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，纳豆很好吃，我一口再一口，不会错啊，哪有错？谁说错？真的是。对啊，它有一个特殊的味道，但我说不上来，但是蛮特殊的。我们刚刚有聊过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声音比较小。对。对啊，像我也是啊。可是我跟你们合作，我发现其实日本女生讲话的声音其实都偏小。比如说我那时候跟爱讲在合作，像这样子，你在台湾会有一些什么比较不习惯的地方？我刚刚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就是听不到，还是想问你干嘛的时候说哈，很大声的哈。然后在日本很大声的哈是大家代表他在生气，所以我以为你们在生气吗？我做了什么吗？我超害怕的一开始，然后大家都说我要喝珍珠奶茶啊，不行吗？怎么办？好可怕，不行喝珍珠奶茶。对。红茶，啊？对，红茶也不行。
可是后来知道这个是大家的习惯之后，就是我也已经习惯了啊。这样子，可是这你回日本怎么办？很危险，我有时候这样工作一周，然后收工后妈妈突然打给我的时候，喂，干嘛？这么凶？突然，哎、欸，讲不过，话不过来。那、欸、你妈妈会怎么说？你说什么？因为台湾人讲话就是啊，越直接就表示越亲近嘛。对啊，像。所以你做节目也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也会也是一样。我一开始太安静，然后太那个客气，所以 Keith 就说这样子反而我们压力很大，也不要这样好吗？我也常遇到这个问题。真的？他们在收音的部分，他们就会常遇到说，比如说另外一个很大声，蔡哥，蔡哥啊，哦，蔡哥真的很恐怖，我跟他躲都要拉远。然后还另外我一个好朋友谢杰林，那个也很大声。所以你们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？对，对啊，不然还有我们一个安静的摄影环境嘛。我们也想要一个拍摄环境是很开心、很温文儒雅，然后我们不说大声。Oh my！ 没叫我醒。